来加油！这一次传统中医师协会还跟以前一样，有还是有牙科义诊，还有那个 CPR 做社会服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啊、我们的 NAMA 南加州奖学金也要开始接受报名。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啊、医师协会组团跟其他社团会馆好、以及其他单位，即将在下下就要出门了好、到日内瓦去跟台湾一起来做行动。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的主任也是啊、泰国的副处长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是主任先讲还是客人先讲？主任先讲啊，我们团长就是啊、北美洲台湾医师协会总会长，邱进杰医师。哦，各位鼓掌啊！给大家造势一下。对，谢谢大家各位同仁的光临，在这个这么凉的天气，这个实在是非常好的时光。这次我们由台湾的那个医师联盟，还有我们在美国。北美洲南加州医师、北美洲南加州医师协会跟我们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的总会，跟台湾会馆、妇女会还有画帕一些的组织一起联合举办要去日内瓦做宣达的活动。大家都知道，我们 WHA 从2017年以来一直没有办法进驻。这全然是政治的打压，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完美的话，就是没有缺口。不过我们这个 care 竟然是缺了一个缺口，所以说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事情。我们这次去最主要就是在18号我们出发，然后22号结束，在这个四天的时间，我们要参加，我们配合我们台湾医师国际联盟，大家一起来行动。我们有 walk and talk， 我们有去开会，我们想去进去里面做一些观察，而且我们想在那边做一次大家全体的集会活动。这是我们去参加呢。大约有45个人参加，这次非常的热络，谢谢各位人士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希望今年 WHA 的活动能够唤起全世界的注意，能够对我们台湾有一个重视，因为连他们 WHO 的那个干事长 Tedros 他就讲。医疗无国界，他就讲全民医疗要覆盖，他讲这句话，这次希望他能够在我们这个 WHA 大家在20多个国家支持中间能够答应我们能够参加 WHA，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活动。谢谢。好，谢谢我们团长，很辛苦哦。这一次虽然没有像上一次2007年那么多人，不过还是很多人热络。我们现在请那个前总会长，也是我们南加州基金会的董事长许正雄医师。来，大家好，大家好，好、感谢大家来这个记者会。虽然外面看一下没有看，没啦，我现在要搞，不搞了。听一下，唱歌是。OK， 来你唱歌。OK， 好，感谢的。这个比较好。喂，我给不要唱歌，蛮好。你配乐。声音。感谢大家了哈、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医师会虽然已经34年了，可是好像是很久的这个会有的会没落。即使我们医师会还是很年轻的，你看一下子办好多个活动，哈。我先介绍这几位大小的，那董事长林荣松医师，哦，这是总会长，他是南加州现在最 hot 的人物，他这礼拜办了30个活动，让你头痛，你知道吗？
可大家支持他们，支持他们。哎，那个林如田医师是我们的那个也是基金会啊 ，scholarship 的重要干部，一直做义诊啊，或者这个各种财务的事情，这个总会长，这个大家晓得。这两位，这是我们听啊年轻的理事，他这次也到瓜地马拉义诊，大大发挥。洪都拉斯，洪都拉斯。瓜地马拉、洪都拉斯什么地方都去。那旁边是我们牙科的主任，我们也是到那个洪都拉斯主任，他全家都是去这一次，刚刚回来，所以也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们这个礼拜天，哦，我们今天上午活动，礼拜天就是要办那个我们的，啊，为了响应传统周，啊，办这牙科义诊，只要洗牙齿啊，大家洗牙齿，牙齿干净就吃得好健康，对不对？哦，他特别带来仪器过来，是从托人啊。好，我简单的就是礼拜天的意思。奖学金。对，礼拜一直等一下那个林副等来讲讲一些。那我们是有一个 NAMA scholarship， 也是进行今年到第十一年，这也是很难得第十一年，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是2018年的，他有可以。我们 committee 有总共有11位，都是很公平、很客观的在这个 judge， 而且这些 committee 差不多超70-80% 是第二代的，他们比较了解这里的情形啊。至于基金，即使就是我们觉得都是我们自己筹备的，所以。这几年走过来还是觉得有它的意义，所以一直在进行。虽然我们奖学金只是就是对台美人的医事人员，医师、牙医师或者换这个药剂师，因为我们目的是要培养第二代在慢慢接班我们医师会。各社团外面真的奖学金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是强调要第二棒接待接棒。所以效果呢，还是有那个效果。这几年来，总共一年超刚开始5位，所以已经有30-40位了。你看第一代的那个一个 Rita， 他现在一直在我们医师会服务，而且有约 Steven 其中帮儿子，你看也在这里参加义诊的好几次，还有那个到那个讲学，就帮助医学讲学，所以。虽然不马上看到它的效果，可是种种滴滴还是把它播下去，以后还是会到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很难出来服务，到年纪需要服务，他还是会出来。所以我们这个 committee 大家自己吃钱吃力，还是要继续办。啊，所以感谢这样媒体把它转播出去，开始办，竞争很激烈。去年呢，我们这几位有几个肯定就晓得，真的都很优秀，所以有一个打电话，哎，自己成的儿子还、都很优秀，怎么没有进去？真的对不起，我们是公平，11位 committee 评分，这样依照学校的甄选办法甄选出来，就差一点点就没有机会了，那。希望就是多多转播事情。那礼拜天的洗牙，这个媒体如果要来清洗牙齿，给你们优先登记。哦，这是我们能做，我们的机器还是一流的。来，再来是，我们请那个林武田，就是牙科哈，牙科他义诊是，医师学义诊是由他开始开创的哈，那他还是在帮忙，请他报告一下。抱歉哈，我们平起平坐，好，我不站起来。传统周的活动，那当然这个我们决策的义诊牙科团队都已经有4年多参加，那我们就是提供免费洗牙，还有咨商，好，那预定可以有50位。那这一次很特别，我们总共有13个牙医师，10个 dental assistant， 好，那我们有5台那个 portable dental unit，
所以一定包君满意、哦、那就是说向会馆报名。那另外 CPR 那个也是免费的，但是要是有需要那个 certificate 那就是28块钱、哦、那那个会馆的电话大家都应该有，626-307-488。你们比较重要，这边就总括一句，就是说，我们这次的主要的活动就是 WHA， 我们在5月18号就要出发，到22号结束啊，这个是我们主要的活动，而且我们这次有奖学金的那个开始报名的活动，还有我们要配合我们的传统周的那个牙科牙齿的服务。好、哦，这是三项，这是今天我们要主要讲的题目。现在我把这个棒子就交给我们的副处长，翁副处长。谢谢我们 NAMA 的这个邱俊杰总会长，还有我们这个徐正雄董事长，台湾馆林隆松董事长，还有林富天医师，还有 Tina 啊，侯淑红医师，还有我们邱医师啊。对，我想这个今天当然主要是 WHA 的这个宣达团的授旗哈。我想我们上个礼拜也有一个活动，就是说啊、签署每个人写一封信给川普哈啊，来发声为台湾没办法这个参与 WHA 来发声。那当然今天的授旗啊更是意义重大。为什么？因为到日内瓦去这么长的一个旅途，我们所有的参与的这些侨团，包括 NAMA， 包括我们 FAPA， 包括我们的这个 NADWA， 这个台湾人妇女会，还有我们台湾会馆、哦、有这么多的侨领啊，愿意出钱出力去参加。那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的，这是第四次的。那么我想 WHA 的议题哦，讲过很多次，不过还是要再重复一下 ，WHA 没办法把台湾纳入啊，是违反我们台湾2300万人民的这个卫生人权。同时呢，啊，因为疾病无国界，所以当然也是我们全球防疫系统的一个很大的漏洞。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个所谓的 assistance provider， 就是说我们是在医疗方面是全世界的一个 provider 的角色，提供者的角色。不管在啊派这个医师到这个国际上去做救援、去做服务，或者是说啊这个研议这个疫苗，或者做跟各种的研讨会来帮助我们的有需要的国家的做防疫的措施，台湾都是扮演一个非常 active 的一个角色。更何况台湾的健保也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健保之一，所以我想啊、台湾能够这样的一个医疗上面的成就却被排除在外，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公义的事情。所以我在这边呢，这个感谢我们的所有的侨团跟侨领啊，从我们南加州到这吉尼巴去发声。我在这边带了一个杯子哈，我想这个杯子的诉求其实到现在还是啊非常贴切的啊，这是一个当时我们做的文宣，在2006年的时候，新闻局做的文宣，它是一个我们这个眼科医师眼科医师在这个测量这个眼睛的一个测试图，那下面写一个 WHO， 但这个 O 呢是看起来像 C， 变成 WHC，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O 破了一个口，所以是不完全的 WHO。那我们有一个英文是 Can't you see， 用这个 see 的谐音。那后下面有一个主诉求是说 ，Without Taiwan， WHO is incomplete。啊，我想这个意思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 NAMA， 我们那时候有126位医师去为台湾发声的时候，啊，把它做成一个胖胖人的一个衣服，来让大家看到这个一个诉求。我想为台湾发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这边呢。啊，表示我的这个，我们代表这个政府呢，一个完全的 support， 那也感谢大家的努力，啊，我们希望大家所有的这个侨胞都来支持他们，谢谢。WHO for Taiwan，WHO for Taiwan，WHO for Taiwan。